当他完工的时候，那么就我们当地，不管是沿岸或者是近海，转型的计划有没有？月曙，你准备好了没有？我们怎么转型？你给我转型的计划，否则了。是。否则我们讲说，中央在做这个开发这种新的能源，但是呢，对当地的产业的冲击，我们农委会的主管机关，我们提不出一个转型计划。你让当地的居民情何以堪？所以会让这个中央的好的干净能源政策，在当地的居民的感受是怎么样？是感受是不受欢迎的。同意文建议啦，转型计划我们会提，但相关的回馈金、补偿金跟整个的影响，我们也会去做，甚至未来还有可能设我们的向阳网址，因为它会造成整个其实有些渔业资源可以恢复，这我们也同步会去做。